上次熬的那个桃子酱只剩这么一点了，其实一个就够了。这样真的超级好吃，我已经连续这么吃了好多天了。这次这个果酱是有点酸酸的味道，所以就不会那么腻。
steady feet. Can you carry us to where we need to be? These plans, these quiet dreams, are writing out the story of you and me. Pages filled with pencil marks, and all along you had my heart in love.今天是我学期第一天，不过我们今天不上课，今天是专业的 orientation， 明天开始才有课，有一点点小小的紧张。虽然今天什么课都不上，而且应该会见到我们所有的老师，还有 program leader， 还有同学这样子。衬衫是不是打皱了？还可以，不用烫吧。今天我超喜欢用这款腮红，因为它是有点那种粉橘色。就跟我的口红或者眼影都很搭。还是觉得这衣服太重了。我差不多准备好要出发了，今天就穿那白衬衫，然后这条裤子，因为是 business casual， 所以不用穿得太正式。其实我们今天不是去学校，然后是去他们有租一块场地，然后大家做 orientation。然后我是正好我看他的那个 shuttle bus， 我去还蛮方便的，所以我就打算乘他们的 shuttle bus 过去。我现在就要出发了，拜拜。那背面是这样的，好喜欢这个卡包呀。All right, so you have about 15 minutes to share at your table what you learned. 味道安全，三个拖鞋或凉鞋
嘴巴干死了。今天吃完午饭之后就再没有喝过水。我明天就要开始上我们的第一节课，第一节课是 Global Technology and New Product Strategy。然后我们学校的那个安排的课，它是一门课集中在一个月或者是两周就上完，然后一个星期可能要上3到4堂，就是从早到晚，从早上9点半上到晚上5点半，然后中间休息一个小时，就还蛮紧的时间。然后我们老师说，我们那个课里面除了上课之外，就是 group project 也会比较多，所以就是课外的那个作业应该也会不少。但是我就有点小小的紧张，我下学期，因为我下个学期从2月份开始到4月份都是超满的课，因为我选的课大部分都是在下学期，然后上学期其实我课还蛮少的，因为有两堂我不是很想上，所以我就选了下学期的。嗯，有没有发现我这个照相机有一点不一样？但是我这个光调的还不是很好，我觉得我之前这个相机彻底的再见。虽然说我买了保修，但我还没有去修它，其实也可以用，但那个镜屏幕就是这样子的，就很可怕。因为它这边这个螺丝掉了，然后有一次又被我不小心敲到哪敲了一下，其实也没有很使劲，但是就是这里错位了，所以就完全没有办法拿出去拍，就在家里还能临时拍一下，所以我就买了一个新的，就是它的下一代，第三代 Mark III， 然后这个我就等什么时候有空的时候拿去修一下。我现在把那些 reading 插到这个 OneNote 里面，我还蛮喜欢这个 OneNote 的，因为就是特别是你自己去下载文献的话就很方便，因为你可以把这个直接在旁边标注，然后跟你其他的笔记放在一起，这样看起来就比较清楚比较快。我想来做一个百香果气泡水，我看看再买一些百香果。香果真是太好吃，嗯，不加蜂蜜我觉得也可以，我也怕酸的话，
下今天的手账，这个是从今天的那个吃饭的地方拿的。
我想爆哭，我不知道是刚刚洗碗还是啥时候。No， 我的白裤子毁了。现在是8:17，我要出门了，因为今天是第一天，所以我就不知道我那个巴士会不会乘对，因为老是乘错巴士，所以我今天就提到了一个多小时出发，感觉应该不会迟到。胖嘟嘟，胖嘟嘟。我在点 Foodpanda， 好饿。我刚刚睡了半个小时，但是我忘记应该在睡之前先把 Foodpanda 给点了。我刚刚外卖最后叫了那个韩国拌饭，馋馋，好想他快点送到。哎，正好烫一点秋裤。这一包好多，我这已经吃了第三次了，还没有吃完。不要餐具，为什么又给我寄了一份？嗯，感觉好重口啊！没有想到它这个辣猪肉这么辣。嗯，哇，好辣！
Washington Square Park, Brian threw in saltwater taffy because he didn't have any change. Hey, is that when you wrote saltwater taffy, man? No. No, he is my submarine guy. He resurfaces like every couple years, and we have the most amazing 3 days together. Only this time, he's going for 2 weeks. I have a question. Leroy, the baddest man in the whole damn town, or the fattest man in the whole town? Otherwise, the song would be fat.